好，小杰，来三二一，亮出你的翼。三二一，哈！什么啊？哦，要就是千万不要小看他，这是磨脚皮，对啊，磨刀石。你如果觉得他是磨脚皮跟去角质就错了，腐蚀啊！来来，这个机器带到阿伟这边。大家一定觉得说，为什么阿伟就是进了包糖之后变帅了？因为他偷拿这个去用，削旁边有没有？变得好用，削骨。有时候晚上觉得搞错了，骗人。削旁边，真的有点像车刀的感觉。对对对对，你现在削自己下巴，这个没得削了。可以帮我削里面一点吗？这个没办法，这个已经没有救了。对对对，这个需要时间长时间累积下来才会有。你也问过阿伟的感受吗？你看看他，他都变帅啦，对不对？猜不透你啊！你说过去拿磨脚皮的去磨你，跟夜夜磨的女人有什么两样啊？磨的这么厉，难不成是要拿来吃二两肉啊？好，野兽，来，我是一个哑铃。哎呦，哇，好酷，好有科技感的感觉。科技，它很有科技感，而且有点时尚用白色。它很有，我觉得有点对不起你。它有一个那个时钟啊，可以看到它是一个哑铃的。闹钟，他刚刚忘记他叫什么了，火星忘记火星文，他哪儿忘记？他是一个哑铃的闹钟，重点是什么意思？因为像普通闹钟不是就要他响了就按一下吗？对啊，他响了你要举三十下他才会停下来，真的？哇，好酷哦！结尾鱼啊，结尾真的，试一下，好撸哦，设定一下。这应该可以尾鱼吧？啊、尾鱼会把起床这样举三十下，那一定会醒的耶。好啦，没关系，重点一二三先交换，好不好？他需要他的主人来交换。不过我觉得野兽他亏耶，因为他拿了磨脚皮的，然后换一个科技产品。对啊，磨脚皮这一段脚皮舞来一个舞蹈，脚皮舞 OK 是不是？来，加点枪药的元素。哎呦，要有磨的 feel， 磨的 feel。哦，小姐，因为这个闹钟我怀疑它坏的，但你可以用它来一段舞蹈。哦，好好 好 ，OK 啊。来，哎呦，好久没看小姐跳了。哦，有亮点，有亮点，快，很快，不错，最好，脸都红了。怎么办？野兽，我们要找一个医生帮他看一下。芭比的单元，不是他可能需要我们，我们需要的不是医生，是灵媒。好险，帮他转一下。你那个螺丝，为什么还在那？他坐哪？问一下野兽内区有没有那个啦？他后面有跟。不要乱讲，不要乱讲。我这是算动物的，不是算人。好，来下一个电脑先生 ，Go， 停。小鹿，小鹿同学。小鹿应该是不会拿太烂的东西的，不一定，我们家有很多奇妙的东西。真的酷吗？酷毙了，真的酷毙了，价值全场我这个价值最昂贵。哦，真的吗？上万的，上万的东西你拿来，不开玩笑，我现在已经不相信了，刚才有好多上万。对啊，小玉那个是五万块，也是小玉那个我比你好一点了。好，所以价值上万元是一个酷东西。来，电脑先生 go。Stop！ 走啦，阿杰来，请哇，糟了，他的第一次，小鹿脸现在有点裂开。我的第一次啊，好了，这个东西是吗？我就超酷了，超适合他，这叫这名称，我给他个名称叫“单身汉救星”啊。哎呦，单身汉救星，没错，一二三，亮出来，小鹿先亮，一二三。